下去了。哎，还有这个？有啊。太高级了吧？你妈不去，我还以为要去。哦，随便他们的，就他们不去就不去，就随便他们，就也不勉强。我有让那个，啊，你有锁吗？我锁有啊。有吗？因为我女儿就她会给我这样。你不是说锁了？你刚才有按吧？你说这个？不是不是，下面那个，因为下面那个是锁门的。锁门？对对对，這個，嗯。哦，有有。因为我女儿就她会开。嗯，我应该要这边。你要走这边的，你要走下去了。我应该要退到这边。对对对对。哎，想错。那你也不用打方向灯吗？要啦。而且我都没在打。哎呦，阿家就他家有整理过呢，阿爸新家呢。嗯，嗯，哇，直接推是吗？到了。哦，你这刹车怎么那么力？还好吧，按轻轻踩就好吧。哦，这太力了，好不习惯。哇，好香好香，从哪过来的？好不习惯。那你轻轻踩就好了。我也是轻轻踩的，没想到这么厉。哦，哇，太厉了吧！你有换刹车？没有啊，没有啊，就在原厂就都这样子。原厂这么厉，对吧？好可怕！哇，我超不习惯。你的车尾很短，是不是？对啊。我看明明后照镜就那个有没有车。没有，没车了。因为你打档可以直接看，看前面的荧幕啦，因为它低档啊。你打什么档，就它都会显示。对。好不习惯。那，啊，慢慢就习惯了。文章继续继续过来做呢。刚刚就在看了，不会晕车哟。不会啊，这么厉害。不会晕车。我在车上就不能乱看的。不是哦，应该有戴口罩吧？谁？等一下要戴。有啊，就有帮他戴口罩啊。那车内要戴吗？好像。我是说等一下，你可以不可以？要不要戴都可以。要啊。我又没擦。因为车外就我要戴。我是说在车里。那我有牛樟汁，牛樟汁在吃都没擦。我是新手，好小，因为我没开过这个，所以是新手。因为这个荧幕就也是改过的，有钱。因为它原本原厂是七寸的，就给它改到十寸的，竟然比我新手还慢。他自己不是都有车主走秀？这里有没有？到前面有一个地控，不是在那个菜园地那边。不是，这里左弯之后就会有可能会有移动式出没。哦。这个弯呢，啊，弯过去有可能会有。哦。因为我现在就换电信了，因为我不是远传。啊？不是，就我不是中华。中华。你换了。前面还有一只固定的测速照相。整条路都因为我知道这支好像会照嘛，对啊，新的。我们本来想把光打
因为我现在不是中华电信的、啊，因为我改到远传，因为我去买那个小米的电视，因为我跟我老婆那一起换电信可以折抵啊，啊折抵再等于说按、啊、你那个就是去给他绑远传电信两年，啊就那台电视就是不用钱，绑啊可是绑多少钱？很贵吗？没有，就是说，因为我给他绑999了，他折抵10000块了，他那台电视快要20000块、哦，所以我跟我老婆就是都绑999了、哦，然后网络吃到饱这样子，就比我原本就才多200块而已，因为我原本799，多200块，我现在699，对啊，啊所以就我给他绑，然后。就是去帮远传。你之前说不改车，结果改了一堆。也还好啊，就也没怎么改，好不好？我都没有，我想改都没有改。靠，那台车不要改了啦！你那台车这样改根本就是浪费钱。不是啊，我喜欢啊，有什么浪不浪费？哦，够了啊嘞。但不是，那台应该已经放很久了。那啊是吧？超久，那边也是有一台。啊，这我就不知道。都放在路边超久。啊是啊，啊这我就不知道。他们不知道在干嘛。然后右转。你要走山路去，应该吧？我看你啊，哦，我是没意见。那个只要车子那个不会受伤就不会，我又没有开赛车，怎么会受伤？人家开赛车的，他那个开到轮框都会去撞到东西，好车。我觉得这个人技术真的是，他是不是也新手？是那个鸡腿换来的。比我这个新手还新。不过你的刹车我真的超不喜欢。不会吗？因为我不知道，就我都轻轻踩的。我也是轻轻踩，我都已经觉得我没有，因为我刹车就我是没调过的。我都觉得我刹车已经比我爸的车那种货车那种还力了，力超多了。结果你这台更力，轻轻碰到就整个那个差很多。开大灯，刚刚是大灯。你刚刚是开小灯吗？刚才应该是小灯吧。哦，因为小灯在大灯啊。这不是远灯哦。不是，它远灯要弹下去，然后它那边会有个蓝灯。嗯。不要开错就好。我按我女儿，那第一次那个就给那给你载的。他有给别人载过吗？他给他那个那小舅载过，然后就没有。什么感想吗？不会有感想啊，就他不是，就他又不介意就跟谁走，真的、啊，真的啦，真的、啊，就他都不介意的啦，他就随便他去。你会头晕吗？对啊，你这台应该还是有一点头晕的几率，我那台就比较不会，因为都没有皮，我那台没有皮，你知道吗？皮会造成头晕，怎么皮？皮的味道。啊，这个有皮的味道吗？一点点吧，因为我的都完全没有，你的就会有一些。哦。我感觉起来。因为这台就才7年车而已吧。7年。对、啊，7年而已啊。我这个减速的时候，它到快要停的时候，那个刹车力道超强。啊，所以才能开快车吧？是啊。我是说慢速的那个刹车，踩一点点就。整个上很大力、哦，快速的话還，可是它后面没有刹呢，是前轮刹呢。前轮是碟刹，后轮鼓刹吗？对啊，跟我一样。对啊，因为它不是四轮传动的、啊，因为它是前驱后动的、啊。什么前驱后动？你说的是前轮驱动吧？哦，啊，我们都在，就我们都是讲前驱啊。对啊，我的也是啊。对啊，因为它不是四轮传动的啊。不过，可是四轮传动很有力啊。不是那个问题，四轮传动是加速很快，然后很稳，就是整个黏在地上那种感觉。要不然像我两个国外，然后他都切那个嘛，会他冲蛮快的。然后许文一下死了吗？还好我没有很快，只是刹车太厉了。你刹太勇了。因为他冲很快，我会怕他那个刹不好。要不然像我两个古啊，然后都是切那个马自达，马自达那最新的。你有开过吗？有啊，我开过。好开吗？就马自达的车就是怎么讲，就是它内装，就我就觉得就还不错。哦，
然后加上就他现在都做的比较省油，因为他不是油电的。Suzuki， 我觉得马三的车是还不错，因为蛮有力的，就还不错。多少匹？100多，100多匹而已。那像这台，140，马自达三140吗？谁？140匹，是不是？很多那种轿车都140啊。本来像 CRV 那台修理车是197，对，190几，对啊，很高呢。没有，它车大啊，所以还好。可是它 1500cc 而已呢，千瓦呢。车的身体大。啊，可是就它才1500而已呢。像，对，它像这台，它涡轮就会增加很多力。这里有一只照相。哎，有。他自己有照相，所以我也不管，我忘记不知道照相在哪，就慢慢开。有没有看到照相？没有了，就是不要超好了，对面车了。对面车。是头油塔的。对，头油塔。不用他给的，没有啦，那个是我另外买的，好不好？自己买的。对啊，因为我另外再买方胸套。这只啊，照相。哦，这只哦，就会照吗？不知道，反正我都会慢啊。因为我不知道照相的位置在哪，不敢超车。哦。怕被照到。欸，这油门踩一点点就加得蛮快的。还好吧。应该是下坡吧，才会这么快。这应该100几，这台好像100，应该有120。没有吧？怎么会有120这么高吗？我记得它110多啦，110几而已，115而已。那就比 Vios 还大。不是，这台好像是1600，这台。是吗？对。而且我从台南加满，然后回来到这边，就半桶油而已。是，你看，很省了。200公里，200多，300吧，300多。因为我到三峡就279了。哦，300多。你还回来无聊吗？对啊，哎，差不多就给你算一算，这好歹也要300了嘛。对啊。那你一桶油是几公升？啊？几公升啊？1000吧。什么1000公升？乱讲。你说加油、哦？加油的啊。一桶油几公升、啊？我不知道呢。这样才知道你这个大概几公升。我不知道呢，应该才20几而已吧。20几？应该不可能吧？我的都已经半桶油就20多公升，你这怎么可能一桶才20几？哦，那我就不知道。你不想去洗手间吗？我都没注意看。露西，露西你在哪？明天就没有夜场了。谢谢收听，感谢工作天下。所以你就是改一些外观的东西，就改木，然后方向盘套，就它，因为它是直接套上去的啦。我的也是套上去啊。然后我的很好用。然后就外观就给它装成是 S 版的，这样子而已就没了。啊，就这样子也就没了。就是外观，对，稍微。我的外观花了多少？花了16000。外观花16000，因为它，因为它前下巴跟它的尾翼那个是要另外烤漆的。哦，你要加烤漆？对，因为它原本来是黑色的，就我另外再烤漆的。如果你车子是黑色，它就不用烤了，那个没差。可是大部分的人就是都会烤漆的。因为都要给它就同一个颜色比较好看。不会啊，有些材质就是不同色也是 OK。那我不行。有时候看起来也是很好看，不一定。我还在等那个修车的告诉我去哪里烤漆。不是啊，你不要烤了啦！哎，你那台车这么久，你还在那边烤？不然你要买新车给我。那你不会直接就另外再买中古车，就买比较好一点？没有什么比较好的。嗯。
不然我看你那台已经很久了呢。很久，但是它就是那种啊，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啊。我是这样。你要从大条路还是从小路上去？就前面有车，那就好停车。从小路上去好了。哦，那你记得？我记得。不是，按、啊、记得那个路面高低稍微那个就放慢一下，要、啊、不然就我会就怕会靠到。就是，就怕会那扣掉黑，就我前下吧。你的底盘有这么，车底有这么低哦？稍微有点低，因为它有在，因为它有再包下去一点。如果高低差太多，绝对会扣掉。OK。刚才太危险了，露西。本来我过年前就我自己洗车，就还加镀膜。你要镀膜、啊？哦，我妈就刚刚那念我，就说：“哦，车，这个车子怎么弄？当年是工伤，是工伤啊，我妹妹。”这玻璃为什么这样子？好像有脏东西。对啊。那是里面的，外面。外面。嗯。因为我没有用那个啦，我没有用清洁的那个。它路不通哦。不能走。可能管制吧，可恶！啊，就是这边吗？继续啊，你还好吗？那本来我妈然后叫我，她叫我回来工作呢。你这她刚没休行啊？看那里看，不会，她叫我过年。就叫我过年就回来帮忙工作。就二档是要往左边下去了。没有，你往左边奔，然后是三档。没有，左边下去就二档。对啊。可是我觉得这条路是开三档就够。哎呦，这样怎么操？那、啊、就白痴呗。哎，应该扒下去呗。哦，扒下去啊。因为我按没反应，我要按大力一点才有声音。我、哦、按二档就是都踩那么凶。还好吧，这是转速比较高而已，没有踩很大力。哦。力量还 OK。你有打三档吗？比较。转速太低了。哇，这排队了吗？哦，这塞车。完了。不录了，可以帮我按停止吗？